剧本呢，这两场戏呢，对你们两个都有一个情绪的变化。嗯，冯程程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。嗯，那柯宇呢，你是真的想跟他和好，所以你每一个对白都要给的他有这个感觉。许文强这个角色这么难演，需要大量的人生阅历，心有余力不足那种感觉。各单位准备，3、2、1，开始。